兄弟们，我已经吐了，我已经不想玩原神，我想弃坑，我想去海边游个泳。我为什么要在家里？为什么？休息的时候要在家里？要把我干死了！哎呀，我靠，我崩了，我崩溃了！哎呀，我靠！狗屎，狗屎！到期，恭喜！我要去海边游泳神鲤又还没拉起来，神鲤又明天才有材料。小伙伴们一直在问，一直在问，问个不停。神鲤怎么样？神鲤怎么样？但是天赋材料明天才有。哎呀，这个武器材料又，这个 JB 又缺，这个也缺，突破材料，啥都缺。哎，这个也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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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找不到有几个人可以捡。吐了，吐了，吐了，吐了！地图一大堆支线没做，这里封住，那里封住，这里没解，那里没解。哎，视频一大堆没做。哎呀，我去游泳了，我去海边，我去海边散散心。我人要麻了，还长草不？不讲了，不讲了，我错了，好吧，不讲了，我错了，兄弟们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只要不养到期人就可以养。哎，做 UP 主嘛，要干的呀，这 UP 主这一行卷的厉害啊，要捡材料，不捡了，不捡，我捡吐了，等一会。晚上再来好吧，晚上再跟我靠，晚上还有崩坏三的那个娱乐赛溜了，受不了了，受不了啦，溜了溜了溜了，下播，下播，下播下播下播，拜拜。